喂，Ivan，都有啲想同你讲啦，你听一听段录音先。喂，Carl，过嚟先啦。Burger 去揾你啊，听一听个录音先。Carl，Ivan，嗱，事完咧，我就有个新 project 同我哋嘅 back office 嘅同事去倾咗，好想做嘅。咁佢就话咧，我哋拍嚟拍去啊，都净系匿喺个健身室入边操嘢咧，就好鬼闷。想我哋咧突破多啲，走出个户外啊，兼且测试下我哋健身以外嘅体能啊，所以就计划咗呢一次嘅 project 啦。咁你可能話上次咪跟咗我哋出去跳繩嘅，嗱今次咧就冇咁單調噶啦，我哋咧就會玩啲新嘢嘅，咩新嘢呢？就玩折返跑、跑山同埋踩單車嘅，啊哈哈，係咪好乸過癮先？嗱冇錯啦，咁呢鋪咧就係有強姦冇焗到嘅，所以我就強姦你哋，你哋冇得 say no 嘅，咁我都會同你一齊落場砌嘅，係咪好開心先？嗱。不過咧，我哋咧就唔係齋玩嘅，我哋要挑戰咧，自然咧就有贏家就有輸家啦。所以如果喺呢三樣嘅挑戰之中啊，成為到最終贏家咧，就可以得到500蚊現金獎啊！我都知唔吸引噶啦。所以咧，我哋輸咗咧都係要接受呢個大懲罰嘅，就係要去鬧市之中笠住個絲襪響頭啊，揾10個路人合照，或者揾10個路人啊幫你影一張沙龍啊，係咪好正先？啊，諗起都過癮啊，正啊！仲有啊，絲襪肚頭，要贏得最得嗰5嚿水，跑山，有 speed test， 仲有咩啊？單車，我屌你老尾！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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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開始之前我就跟大家講下個遊戲規則同埋啲分係點計嘅先。第一關來回折返跑，規則係響一個長20米嘅距離範圍咧，聽住信號做折返跑。參加者需要留意信號起步啊，並且啊喺另一次信號響起之前咧到達另一邊嘅黃線。最後一個咧冇被淘汰嘅將會勝出今次嘅比賽。好嚟，預備，三、二。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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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Go！ 龍啊！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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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vel 7 1 Go！ Hello， it's me。Go！我跑慢，走，走 ，Level X one， 走，快点啊，走。Go! Yes, sir. 點解有心機啲人？幾心啊？呢啲叫做戰術，競技運動係需要頭腦嘅。咁你對聽日嘅環節有咩期望啊？跑山我聽日，我哋三盤兩勝啊嘛。聽日睇住又係揾下節奏啦，後面睇下爆贏贏到。有冇咩講啊？呢個都跑好多次嘅，之前都。我而家都好好壯噶嘛。平時有冇話跑開步啊、操開 cardio 啊嗰啲啊？10年前我跑 marathon。
喂，講真，我真係十年前跑馬拉松，輸好大懲罰嘅，知都你知噶嘛？我預咗輸嘅，我預咗輸嘅，有乜所謂嘅？做開醜角有乜所謂嘅？喂 ，Ivan， 幾點啊？依家先嚟操嘢。今日咧。就是第二个挑战跑山死亡行军，由于我们今次跑的是大帽山，规则就是由大帽山郊野公园停车场跑上去距离 1.8 公里的大帽山停车场路牌，最快到终点胜出，行完成，我当赢了的。今场我不担心 ，yes， 舒舒服服，爽住咁完成。你起呢个玩单车喎，还有三分钟啫，阿哥，你头先冲上去，Ivan 去咗。你去呢个玩单车喎，keep 住一直走，慢行应该会赢，最后嗰段小爆。好啦，而家我做啲咩？我仲喺呢度等 Carl train。Carl 佢系几远咧 ？10 seconds later。Keep up 啊，耶！阿哥，人生最屘挑戰一次。Yes, let's go, get it. Yes. 我冇停過，贏咗自己。耶！我哋估計下佢仲要幾耐先過到嚟。唔会啊，你咪凸显到我有几坚持咯。玩坚持系啊，两个我行啫，我行一阵嘢，好神秘。唔好疯狂饮水，要慢慢饮。去埋，跑埋。教啊，跑埋。第三关单车绕圈速度赛，我哋今次系去到蒲岗村道单车公园作赛啊！每个圈咧为一公里，规则系参加者需要斗快完成12个圈，最快完成嗰个赢。好 ，ready， 预备，三、二、一 ，go！ 十二个圈好快过啊！12个圈好快过啊！屌你啦！咁撚快嘅？屌你啊！第一个圈，靠！我靠，你要靠，哇，好快喎 ！Burger 第一个圈，屌你老味，仆街！咪跑嚟好远啦，喂，追翻！死啊！冇影添，前面。老细后面追紧你。啊！喜贤中学，都之后熟女真系走啊！佢先。我攰咧，佢两个都攰，我唔捻信，佢唔捻攰。啊！屌仆街，仆街啊！好，但系呢个威得几多？即系我哋唔失误，你听到边个嘅声啦？
屌你 ！Bella 遥遥领先啊 ！Bella 第四个圈。我最在意经过快乐时速，望着夕阳细数。Carl 第四个圈，佢系前面三十秒。竞赛越野手尾嘅尾号，世界路线。四十冇变。死啦 ，Carl 嚟噶。咦？即系 Bella 赢我冇赢喎。慢慢嚟，好。第五个圈追过，踢两个圈，老师唔应该会赢啊。OK， 打得。叫你都俾你。涛哥。第五个圈啦，喂。搞掂一个先。Round eight。过佢，唔会输俾你嘅今次。Come on, Ivan， 加油！屌你有咩炒车？哎呀，又要流血添，麻 Q 烦，小事。今次我要赢啊！俾啲压力你先。我哋唔好受佢挑衅，慢慢踩。十个圈，第十个圈。我先，第十一个圈 ，last one，last one。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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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呀！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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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呀！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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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呀！应该都好冷热，顶唔住，我真想放弃添，仆街！好冷热，好，所以我今日咧系险胜咗佢，但系胜利者三场比赛仍然都系佢，嚟睇下佢先。好，下次活动咧非常之辛苦啊！去沙滩打排球，对象系咩？对手系咩？对手，对手，弹下弹下咁打下就算啦，数。咁去到呢度咧，我哋嘅卡迪奥大挑战咧就正式咁样完结咗啦。咁而赢家同输家亦都出咗炉啦，所以嚟到呢度咧，首先我哋要恭一恭喜我哋嘅赢家 Ivan 先。系、yeah! yeah! ，恭喜晒。系呢边。嗱，咁咧。他因為就在今次的卡迪奧大挑戰入面贏出了，所以可以得到獎品啊！由我親自由荷包係啦攞出嚟嘅500蚊獎金，好啦，喂，要恭喜曬先，係啦係啦。唉，多謝。係。喂，多謝。多謝 Burger， 多謝 Burger。好，我哋而家咧就唔講咁多啦，恭喜埋另一位輸家入場先，一齊俾啲掌聲佢。係，係恭喜你 ，Carl， 恭喜曬。係啦，咁我哋咧喺呢一次咧，就首先都要恭喜啦，我哋嘅輸家咧可以參加我哋呢個鬧屎厚面皮大挑戰嘅。咁嚟緊咧將會非常之緊張刺激啊！大家繼續留意接住我哋嘅節目啊！我又唔明啦，啲搞成咁嘅挑戰出嚟咧？我明啦，肯定想我哋從此以後咧養成户外訓練嘅習慣，係啦，感受埋大自然。你錯啦，個實情咧，其實我係想大家感受一下喺大熱天時咧，仲出街做體能咧，即係分分鐘中暑死都似嘅。所以如果大家想在这样的天气环境底下还想操到体能的话，买部智能健身单车回家就可以了。智能健身单车，我们今次想介绍的就是这一部由 Wanvo 美国智能运动生活产品品牌推出的智能健身单车。它外形简约，约重70磅，单车寸不大，悭位之余又够实净。点智能化呢？就是它插上电源之后，除了可以跟一般的健身单车一样在你踩的时候给你自由地调校阻力之外，它还可以连接手机上的专属应用程式去享用由 Wanvo 所推出的不同功能。最主要来说它有三个不同的功能。第一个功能就
就是因應你的 FTP， 亦即是指在60分鐘之內盡最大努力並且穩定地騎乘所得的平均功率的能力，針對你消脂、耐力、力量，並且是根據你的節奏和其他的生物特徵數據自動改變單車的阻力，就好像我們之前進行的這個單車速度競賽一樣，要計算著自己的體力去分配好每個時刻的發力和流力。所以當你選擇好你的訓練項目之後，就可以跟著電話網上的指示和單車的阻力變化去完成你的訓練。至於你說我怎知道自己的 FTP 是多少，其實在你正式開始這個功能之前，它就已經有一個選擇叫做 Ability Test，是给你去测试一下你自己的 FTP 是多少，认真是 user friendly。第二就是影片课程，就是你去到一些大型的连锁健身室，你会见到有些单车老师很活泼生鬼地又弹又揈地踩单车。这个功能就可以给到你同样的体验，根据着片中导师的带领，跟着他做不同的动作过瘾之余又考你的反应，和我们的来回折返跑的 beat pass 一样。第三就是风景优美的骑行旅程，这个功能可以选择画面上不同的虚拟赛道去骑行，还可以在不用离开家的情况之下体验特定的旅行目的地，就不用好像我们这样特地跑到上大帽山跑到只狗这样才感受到户外的景色。虽然不能够 100% 比美自然的景色，但至少可以望梅止下渴先。而且这个功能还会因应住虚拟车道入面的上车落车，提供实时的阻力体验给你，所以你停画面就会停，你踩画面就会动，模拟度都非常之高。最重要是什么？以上讲的那些影片的 content 都是根基，不用钱就可以免费下载。这部单车卖得广告给大家，就怎么都有一些优惠回馈给观众的啦，就是可以用我们的优惠码 KOF Gym Bike 在 Renfo 的官网上面使用，去购买任何产品的时候就得到这个95折的优惠。有效期就是在影片出街之后的3个月之内，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买 Renfo 这一部的单车或者是它所推出的其他产品的话，就记得快点在这3个月之内行动了，如果不是过了期就没有了。咁而家廣告就賣完啦，係時候嚟到我哋最震撼嘅時刻，就係 Carl 嘅大懲罰時間。由於 Carl 咧喺之前嘅3个回合入面都壯烈咁樣慘敗咗，所以根據遊戲規則咧，佢就要接受我哋預備好俾佢嘅大懲罰。去片，我哋而家咧就位於九龍灣 Mega Box 附近位置，就要同我一樣笠住個頭套，之後咧去揾10个人幫佢影一幅相，或者係同佢合照。就喺呢個環境底下 ，Fuck you 。不要，葉繼寬都係咁樣笠啫，好唔好整爛嘅，冇攞第二隻落嚟啊！你掹住啊，你掹住，掹嘅你，點撚咁咪架西嘛？好難受噶，屌你老味！我講咗你話唔驚啊！你預備好未啊？未啊！嗱，我哋而家即管睇下佢啊，可以問成萬人問成點啦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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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你有人好难受噶，屌你老味，我手震啊！喂，问阿姐姐，问姐姐，问姐姐，姐姐，姐姐，唔系，我系笠住个头套咧去同录。好啦，我食。好好好，唔该晒，唔该晒，唔该晒。因為我哋玩緊遊戲，我住咗關時間。屌三個撲街！好，sorry， 我有喂，兩位，我幫我忙得唔得？好快啫，跪喺度先，跪喺度先。咩事咩事？嗱，因為咧，我玩遊戲輸咗，係啦，你認得佢啦，應該認得我啦，係啦。你認唔認到我唔緊要啊，笠住個頭套。嗱，我玩遊戲輸咗，我想揾你哋影咗張相。影咩相咧？就咁普通合照啫。哦，可以。O K 啊嘛。嗱，一人一個，一人一個，好簡單。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哥先，一個先，因為我要影10張啊，我都唔知點收貨，你知唔知啊？好易啫，你哋。笠住個頭套冇認得你嘅。係啦。好撚無助啊！得㗎，十萬得㗎，一萬得㗎，一萬得㗎，呢個呢個呢個，肯定要。sorry， 可唔可以幫我過網？
Thank you， 跟住過一季先，真係噶，真係噶，過一季。你可以咧幫我影，或者同我自拍都冇問題嘅。我好無助啊，你知唔知啊？我要揾好多人，我笠住個聲嘢喺度。一、二、三，我嚟一、二、三。你笑我賤啊！你 ，Thank you， 唔該曬，唔該曬。俾我唞下先，我覺得成功俾你揾到六個，你覺得點啊？拍一個要回一回氣，過一過嚟呢度幫我做影張相啫。唔該，手好。做少少嘢掹你個啲嘛？唔係，唔係，影張相啫。我可唔可以同你影張相啊？我最後一個，我最後一個，我最後一張就幫幫手。幫手啫，影張相我最後一張嘅啫，一張幫幫手。我即刻帶緊住個頭度行翻公司。OK， 好，一齊影啊，一齊影啊，我拉住一張嘅啫。我睇呢個專喎。係啊係啊係啊 ，thank you。我係一，即係完成咗一個咁極限嘅大挑戰，真係。佢又為佢人生成長咗一大步啊！真係好，睇下交流，開心。